跟上，跟上。让我出来。快快快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哇！谁呀？哇！破皮了吗？我操！我看看。没事吧？有受伤。连环破皮了。拿一下。真行！哎呦！快去快去快去！哎呀！没事。没关系。当时看到宗莹摔的时候，那心里咯噔一下，特别紧张，我就赶紧把她扶起来了嘛。然后她，我看她脸上这都流血了。完成的学员，我们原地休息一下。她很痛哎，老师快把她带回去吧。是怎么了？摔了吗？摔了一跤，给她擦一下吧。牙齿有磕到吗？掉了，很心疼吗？就自己的队员，而且还摔得那么严重。就作为一个班长，没有照顾好每个成员，没有照顾好每个成员的安全，其实心里挺愧疚的。皮肤挫伤。